欢迎收看 Life 生好康，我是丫丫。对，我觉得这个，这个笔电太有质感了吧！我不知道这边就是光线，大家看不看出来？它其实是随着不同的光线折射哦，它是有点荧光彩虹的颜色，有没有？不同的一个渐层的颜色是很有质感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打开之后它是180度，怎么样？你就可以非常非常方便，很轻松，各个角度你都可以轻松来做使用。有没有看到180度？好，所以你看哦，像很多笔电它只能开到这里，对不对？但它可以开到这里，所以你各个视角都可以来做使用，甚至你可以躺在床上啊，很懒惰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，这个视角也可以很好使用。好，这一台 Acer 的这一台，好，我们的 Aspire 3这一台，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都可以直接装进去。好，那你就很方便，可以直接把它带走啊。当然，我们东西也是很多啦。我们先直接装进去给大家看一下，装不装得下？看是不是可以装进去了？那我就可以骑 U bike 啊，或者是我就可以骑机车啊，都可以很方便，就是带着走。很多人在物色的这一台 Spire 5，它的功能非常强大，因为它的独立显卡是 MX350，所以呢，它的独立显卡它可以让你的画面更加的流畅，让你在追剧的同时，而且很顺畅耶，很方便耶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追剧的时候你会 care 什么？声音很重要，立体环绕的效果非常非常的逼真，它有独特的设计，它的喇叭就在这边，有没有？然后有非常厉害的重低音，好，然后你就觉得，会不会那个 IPS 非常漂亮荧幕，然后呢非常厉害的 CPU 是什么？ Intel 第十代的处理器 i5 的哈，来第十代处理器，你会觉得，这么棒的效能，这么好的荧幕，这么好的声音，还有这么好的画面，来，有没有发现它是窄边框的？追剧也非常适合，所以这一台呢是目前 CP 值最高的文书处理，甚至它有非常大的容量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在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们呢不管是机体啊，或者容量啊，不管是它的 RAM 或者它的 RAM 呢，都非常非常的大，有没有？然后包括它的 CPU， 它的心脏核心也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好，来，所以呢，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来，有没有发现？你看一下它的规格有没有？来。15.6寸 Full HD IPS 的显示器，重量只有1.8公斤，然后呢，搭配的是 Intel 第十代 i5 的处理器。这一台小台的7990，我们可以分12期。这一台呢，我们特价20,000元，我们可以分到24期，最高24期。那这一台呢，13500元呢，我们最高也是分到24期。所以今天买换算下来，其实几百元你就可以马上把一台最新的笔电把它带回去，最轻最薄，续航力非常强大。你想要性能好的，想要轻薄可以方便携带的，或者你想要大萤幕可以看得过瘾的，我们今天三台笔电呢，双 A 笔电，台湾最夯的都在这里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怎么挑，怎么选，一定要在现在此时此刻赶快去结账，因为呢，我们直播期间结束就没有了哦。来，我们今天呢，一样，ASUS 11.6寸的特价7990，然后 Acer 的15寸，哇，20900元，然后呢 ，Acer 的17寸，居然只要13500元，重点是都有分期，好吗？ASUS 呢，最高可以分12期 ，Acer 的呢，这两台呢，最高可以分到24期，所以换算下来都几百元，你就可以带走今年你最想要的、心目中最首选的笔电。一定要锁定我们 Life 生好康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